咩系一球成名？睇下陈柏希未知咯，佢喺 U18 足总杯决赛完场前射入呢球超级世界波，帮打小个嘅太阳飞马以2-1搞掂标准流浪捧杯。佢原来系揸住落场噶，喺雨战环境下入球咁嘅靓波，真系有今生冇来世啊！呢个世界波震惊网友，好多巴打都大赞希希有料到，有人仲拎嚟同碧咸当年对温布顿嗰个世纪士哥比较，见夸张啊！今次陈柏希委以上，佢赛后话用呢球波告别青年军生涯，感觉好奇妙。佢更加透露下季会加盟一支港超联球队。